看二人转总动员特别多世纪，大型二人转励志传承类竞技节目《名师高徒》，我是东海。目前呢，四位名师的首轮对内考核已经全部结束，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第二轮对内考核。上一轮晋级的学生会被两两分来进行正式的比拼，最终由老师决定有哪些学生代表本队和其他战队进行比拼，争夺最终的年度总冠军。而在今晚呢，我相信所有的观众朋友一定是非常有眼福的，因为之前的盲选和第一轮对内考核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选手都是变装演唱，而从第二轮对内考核开始，我们要求所有的学生一定要戏服登场，而大家也将看到由二人转界顶级造型师为他们量身打造的舞台造型。好了，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四位名师，他们分别是严树平老师、赵小波老师、洪长江老师和本场的主考核老师郭旺老师，掌声送给他们。宣布名师高徒第二轮对内考核正式开始。今晚我们将进行的是由郭旺老师所率领的旺旺战队进行第二轮对内考核，所有的学生们加油。我们就问一下汪老师，首先会派出队中的哪两组学生出场考核呢？刘春超、刘美艳、王帅、汤丽，来，掌声有请，加油，加油，加油！默契兄妹档，刘春超、刘美艳；靓丽夫妻档，王帅、康丽。看来这兄妹夫妻应该能比较默契一些吧？遗传的，就我们俩唱的这声音和腔调完全一模一样。这次吧，把服装和那个扇子、手绢、道具都拿上来。太帅了！都挺漂亮的。一次比一次的压力就比较大，天天总在练戏呀、啊，就这唱好那唱好。唱我。爸爸比赛，你给爸爸说几句话吧。爸爸加油。儿子，要比赛了，你是不是得说祝爸爸妈妈比赛咋的呀？不能让我失望，也不能让我丢链子。旺旺战队终极考核：刘春超、刘美艳、王帅、康丽。那之前参加过前几期的咱们的录制之后，和大家说说这个感受啊。收获非常的大，我们的战队郭旺导师，对我们哥俩的指导非常非常正确，非常好。哦，就感觉自己收获很多，收获很多，会有进步，对不对？对。好，问王帅两口子，你们呢？你们的感觉呢？我们两个收获也很大，一是从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就是，在于我儿子那儿吧。以前一走的时候直抱大腿，不知道我们去干什么了，不让走，不让走啊！而现在就是咋的，给我加油，妈妈加油，别给我掉链子，都是那样，很开心。对，我感觉我儿子成长，这是我最大的收获。话说回来，二人转都两口子唱，你们这兄妹唱，默契啥的能行吗？我认为吧，两口子是他们。从结婚之后在一起的磨合，后天的磨合，后天的磨合，对，因为我们哥俩是从娘胎里就开始磨合，对，那能一样吗？要按照比时间，还是我们时间长？哎呀，那这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台风见啊！来，舞台交给你们前面二人，来有请，王帅、康丽，前面请。
曾是啊，贤妻良母，抚养儿孝双亲，何曾大贤呐、我早上近前把贤妻认呐，万人家相连惹祸端，万岁知道我有家眷，欺君之罪谁敢担？誓死不认相连女，叫声风和要听言，滚出去来滚出去，早晚了宝剑下去命难闯关呐。请双方选手交换位置。嘴要严，逢年过节给妈妈把坟来上啊，哭一
我叫秦香莲，虽然妈妈我见不着孩儿的面呐，叫全下听孩儿声音，妈妈心也甜呐。我的妈妈叫孩儿出苗啊，该往哪里走啊？妈呀！别人家孩子要打我们这，上哪儿去诉冤呐？一块去死吧，叫人啊！也免得妈妈你九泉之下把儿啊挂牵呐。妈，我们也不活了。喊起我这在一旁，当时为了难，今日我这杀了他回朝去把官做呀，可是我这留下的骂名啊一朝万年，人活百岁呢早晚是死，不如这为迷死心也甘。想到此处的贫妇人来尊尊一声秦香莲，要你听言，这把钢刀就是陈世美杀人证件，你拿着钢刀去找包青天，但愿包大人人秉公耳断，我看那陈世美还能活上多少天呐、啊！香莲，报公怒的陈世美呀，人人佩服秦香莲呐、啊。这本是韩家沙庙一小段，没唱好，好好累累你们多加帮忙。那我们的三位评委老师看过之后会给郭旺老师一个怎么样的建议呢？我们先请洪老师来说吧。一路走过来非常的不容易，瞅着你们都有很多的进步。进步在哪儿呢？都是唱民间传统二人转的，你看人家这服装，虽然说唱传统戏规规矩矩的，从上到下扮相，这就对了。哦，王帅这段非常好，但是有点小小建议，不要跪的就太靠里。女演员演戏的时候挡着多半个脸，观众看不见你的表演。春超姐弟俩是吧，就你们俩这也是在表演上呢，虽然说有点调度，但是也一定要是跟观众交流。但是这段截取的非常好，干净利索。我的选择建议郭旺老师还是要留下。您的建议是留下春超一对。好，谢谢童老师，谢谢高老师。看了两对的表演呢非常高兴，特别是春超和美艳啊，
非常好听，曲牌与曲牌之间的连接没有瑕疵，而且呢你们还有编排。再说一下王帅和康丽，嗓音条件也不错，特别是那个王帅啊，这声音真的很好听，很打人的。我想给两位小演员一次机会，王帅。好，最后严老师您会有怎样的建议？一个是兄妹俩，一个是夫妻俩，都是实力派的民间的唱手，能看到你们在舞台上，我很欣慰的就是你们有编排了，知道表演了，这就是一大进步。我建议郭旺留下的是在舞台上比较完整的春超和美艳。好，谢谢严老师，谢谢。之后郭旺老师一路走来，看到尤其我们这个决定吧，郭旺老师。真的是太优秀了。为了我团队的后期的排兵布阵，您决定留下的这一组是。我的决定是，刘春超、刘美艳。好，谢谢。来，恭喜，先休息一下。郭旺老师做这个决定做得很艰难，说明他内心当中对你们非常非常的舍不得。那两位呢，有什么想对老师说的？我首先想说的是，就是。从哪上期节目我没说，我来到这个舞台虽然说是比赛，但是我正把这个舞台当做自己家一样，虽然说这次走了，但是无所谓，我还会回来的。所以说我最开心的事啊，也是最荣幸的事，能到旺旺团队啊，谢谢老师啊，谢老师指导，您辛苦啊，放心，下次还会再来的。好，下一届的名师高徒大门为你们敞开，欢迎你们再来，别哭了好不好，稍微来吧，到老师那里去吧，到这里。我不是比赛离开心难受，其实我俩是一样的，离开咱们团队心不好受，这其实说我有点想，虽然说这帮演员我们都不熟悉，但是真的就感觉就一刹那的像个家一样，真的虽然说有的不熟悉，都是跟朋友一样，所以说非常的温暖。因为二人转把我们聚到一起了，对，我们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好吗？虽然离开了名师高徒的舞台，但是王帅、康丽默契的舞台表现和充满韵味的唱腔都让人久久回味，相信这对夫妻搭档在二人转的道路上能继续前行，而他们的二人转小家也会幸福满满。那回去怎么跟儿子交代呢？那回家咱总家怎么交代呀？那咋整呗，商量呗，下回再来呗，继续努力呗。
接下来，郭旺老师，您又会派出队中的哪两组选手出场呢？傅伯宁、董国华。哇，他们两个来，掌声有请。我要想看看，在这阶段从打开始到现在，他们进步有多大？有你们站在舞台上表演，二人转的明天，真的是一片光明。双雪，好的往爱情床上跑啊！在别人眼里，可能我，不管是唱的呀、演的，可能觉得哎呀，真不错。越不错，你的压力就越大。国王唱的就不用说了，那绝对没有问题。这次我还是我就是有非常有信心，因为毕竟就像一种回家的感觉。幸运不会每次都降临到一个人身上，然后我就觉得我这次悬，我有预感。给刚才就是给自个儿加加油，其实内心也比较紧张的，你毕竟是打比赛。望王战队终极考核，董国防、傅伯宁。来，国防，舞台交给你。哎，你这样，孙溜溜他总开了四
留着给大嫂再打葱哎，吃了没有？哎，一分呀，吃了。哭溜溜，他蹦开了五郎地呀。你八戒的耳朵直不浪啊？哭溜溜，蹦开流浪地呀。还拱的八戒鼻子疼啊？哭溜溜，蹦开七郎地呀。八戒的脑袋直汪汪啊？哭溜溜，蹦开八郎地。交换位置，还把我打的冷冻，把罪丧。
要生一计呀。好心的公娥来报信儿啊，我这才连夜出宫把命逃啊。公娥他怕刘飞把尸首找，跳进那大火之中被烧焦啊。哀家我出了京城把饭来讨啊，这一日逃难来在赵州桥啊。多亏义子范仲光来照料啊，我母子相依为命苦守在汉阳啊。我苦心一双眼啊，眼前啥都看不着啊，弹指弹光阴似箭催人老啊，上至上饥寒交迫受煎熬啊，恨只恨刘飞把我害得好苦，盼只盼能够有人管帮。皇上他至今不认生身母哀家，我有冤难诉，有仇难报，有情难出，有恨难消，因此我才状告当朝，他的罪难饶。挺难的，我身边这两位，很多观众朋友，我相信对他们也都非常的熟悉，他们也是很多人心中的明星，比如说我旁边这位董国芳，这是咱们二面总动员的冠军获得者，国芳，那我看刚才是把你的老搭档啊，陈凯红也给请来了，对，因为当年你们就是你们两个搭档一起，然后夺得冠军嘛，对。今天怎么想着把他请来？感觉到关键时刻了。关键时候了。对。内心当中还是很希望能够通过这一轮的考核，对不对？对对对。好，那我知道国宁这边也是非常的忙，是吧？和大家说说最近在忙什么？最近很荣幸在农安参加那个黄龙戏，大戏的这个排演。同时我们学校在演《急剧江姐》。还有辽源的一个大戏叫《森林耗子》，三个戏现在一起在排。在这三部戏里边，你都是演什么样的角色？啊，都是女一号。三部戏都是女一。嗯。所以。哎呀，我的天哪，有点头疼。确实是，应该是时间很少很少，是吧？来吧，看过了两位刚才的表现之后，我们听听其他三位老师有着怎样的一个建议。先请严老师吧。首先说国防吧，进步很大，舞台上演绎的很到位。国宁也是一个在二人转界，他这个年代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接班人，这两位演员我特别喜欢。如果是我是郭旺老师的话，我也有难题。所以您的建议是傅国宁。好，谢谢洪老师，你也说说。我现在不知怎么就是好像做病了似的，就是我现在一看见这个漂亮的女演员，我就眼睛里边就充满一种渴望得到她的这种绿光，渴望得到她的原因就是我们对上那帮小子还都光棍儿呢。
两位演员啊，尤其这个国防这个展现一般人是达不到，你别看就这几下，就这几下，那绝对没有个一年二年的，他有把握，他敢出手吗？他刚才扔也没接着，不，他抛那是在剧场，他看剧场的角度，剧场的角度那是非常高，在我这个角度他可以，那你那前面那上边有，那肯定是不行，他不够那个高度，他就回不来。何宁也在进步，这个断后这一段唱的真，我感觉唱的很好。我的选择，我建议留下国防。理由只有一个，迪丽红的男二人演员培养成这样真的很不容易，留下他。好，谢谢童老师，谢谢。最后赵小波老师，您有着怎样的建议呢？说实话，今天我也想了，你俩不管谁下去啊，下回如果再来比赛了，绝对不要进他团队，上我这我保证让您得第一。他俩还鼓掌，你俩干啥呢？他俩都鼓掌通过了。行，赵老师，这就同意了。那就同意了，怎么的？鼓掌了，就同意了。就还我还没宣布谁呢，你就开始挖墙角了。你们俩心多大？我是同意了。哎呀，赵老师，这俩孩子，不是你说那个有什么用啊？你俩不管谁下来，都上我团队来，我不糊弄你们，我肯定让你们俩得第一。好。哎呀。好他的话没事，你该给他鼓个鼓，没事，我不在乎，我不介意。忠实的想法啊，在国防呢，将来你有机会在演出的时候，你一定看一下台，抛卷真的很不容易，你一定瞅好了你哪个缝能过去，如果过不去，你一个失误啊，可能就把你整盘就全盘皆输了，就坏了。伯宁呢，他虽然说声音有点，就是嗓子有点疲劳，但是今天表现的还真就不错。所以您最终的建议是？我最终的建议是，我也挺难的，说实话。波宁吧。谢谢赵老师，谢谢。那最后，光老师，他们两个今天表现的怎么样？你先给说说。国防是有点紧张，其实他的基本功我心里有数，虽然说紧张也能看出你有一定的功底，所以说基功还是不白练。伯宁呢告诉你几项，今天虽然说注意了，但是呢可能劲儿有点使大了。再一个就是说从声音能听出来有点疲劳，因为真的是舍不得，我是真的是想让观众能够赏心悦目品出来一台真的。说那都没用，该做决定还得做决定。就是你干啥呀？我等着接人呢。不是接人，你干啥？我这本来我这心里挺难受，你都给我整笑了，你干什么？来吧，方老师，最后告诉所有人，傅国宁和董国芳，您选择留下的是哪一位？哎呀，我主持人，我想，我太有话想说，有话想说，可以，真你说。最后，告诉所有人，傅国宁和董国芳，您选择留下的是哪一位？哎呀，我主持人，我想，我太有话想说。有话想说，可以，真你说。我有句话想说。有话想说，可以，您说。在我们队长、我们领导、我们老大选谁之前，我想说一下，我真的很舍不得，非常的舍不得这个。我没说让你走啊。伴随我的舞台，然后老师，我要说的是，说实话，我来到咱们这个节目的时候，我是奔着最后来的。但是分身乏术，这个演出任务太重，都是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我真的此时此刻特别舍不得这个我非常喜欢的咱们的这个节目的舞台。我想说感谢各位老师对我的厚爱，尤其是我要感谢国王老师对我的看重珍惜。我今天有一个小小的决定。什么决定？
我要退出这个 PK 的比赛。我这个决定想了好久好久，我纠结了好久好久，我非常想在这个舞台上通过各位老师对我的点评和我们郭老师对我的指点，能有更好的进步在二人转的舞台上。但是因为我接下来可能要出外地去巡演，那么我们接下来的录制我可能就真的我可能坐火箭都来不及，所以今天做这个决定我是痛苦的，我真的是痛苦的。所以在这里很遗憾的跟这个节目组，跟我最敬爱的所有的老师们，跟所有所有台前幕后的我们的导演说一声抱歉。不过呢，以后我希望我们再有节目的话，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把我自己准备好，然后把我所有最精彩的东西呈现到我们这个节目的舞台上。谢谢各位老师，谢谢。谢什么？其实我和伯宁呢，我俩呢私下关系也非常好，遇到真正的对手的时候，我感觉应该把他当成最好的朋友。他是这样式选择，我真是感觉自己对我们两个私下还说，我说咱俩一定要坚持走到最后，然后咱们两个一副架跟别的队 PK， 一定会使出浑身的解数让他们知道我们两个的厉害。所以兄弟靠你了。那个总决赛的时候你能不能回来，我给你助演。听到伯宁的这个决定呢，感到挺意外的。我再说两句哈。杨老师，你想说什么？就是对伯宁有一些鼓励吧，因为我觉得演女一号确实是，很辛苦。因为我演过黄龙戏，其实他接这个黄龙戏，我觉得对自己是个挑战。为什么说他现在没有这个精力要站在这个舞台上？我特别理解，他是个完美主义者。我也是个完美主义者，所以说真的希望你也不要都去演三个戏的女一号，那会把你累坏的。你虽然年轻，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也希望你加油，这个舞台上永远欢迎你，接纳你。但是你这一出招郭旺老师省心了。对，你看这，我就想说这个问题。你说你到最后你再说呀，就是你先别说呀，就是赵老师别吵了，一会儿微信聊。啊，妥了吧。我们电视台《二人转总动员》特别节目《名师高徒》的舞台上，这一季可能你不能继续战斗下去了。当然，下一届的《名师高徒》也非常欢迎你，在有时间的时候一定要来。是的，下一次如果我来的话，我一定一定会全力以赴。好。来吧，光旺老师，告诉我们您最终最后的选择是怎样的。其实我知道每走一步都是来之不易，他们都很珍惜，因为这个两个人的水平都特别高。而且我相信国防是一个非常有潜在的、有潜质的、有潜力的演员，所以说我今天我选择董国防。好，谢谢郭旺老师，谢谢两位，你们可以一起携手。我希望你们二位啊，尤其是伯宁，一定要回来助演。脚下的路固然有急有缓，但有始有终，方能步履坚实。前行的路上，愿每一位二人转人都能不忘初心。我们的口号是阳光，阳光充满阳光，耶、yeah!他走的时候我这有点难受了，我这眼泪都来了，挺惋惜的。希望将来吧，如果我们这个节目有第二季第三季的时候，我一定会来参加。明天汪王战队队内终极考核将继续进行，超级奶爸屈立伟对阵坚强母亲抒情，潜力美女董思瑶对阵温柔女生徐洋洋，郭旺将选择谁继续留在名师高徒第一季的舞台上，明晚17:50，精彩不容错过。